大家好，今日又系数学三分钟啦。今日讲下2011年第44条选择题卷二。如果一个等差数列，即系 AP 啦，第三项同第十二项分别就系42及6。而家问你嗰个数列首 n 项之和，第一项加到去第 n 项嘅和。OK， 咁其实即系 T3 系42啦 ，T12 系6啦。咁留意啦 ，T1 其實就係 A 嘅，即係首項嘅。咁 T2 咧就係 A 加 D 嘅。咁 T3 咧就係 A 加 2D 嘅。D 就係公差 （common difference）。A 加 2D。咁如此類推咧 ，T4 咧就會 A 加 3D。咁 T12 咧就會 A 加11個 D。咁係6嚟嘅。嗱，條式就係 A 加 N 減一乘 D 嘅，呢個就 general term。而家問你首 n 項之和，即係頭項加尾項乘項數除二啦，呢個究竟係乜嘢？咁呢條咧比較複雜啲嘅。首先我哋將呢兩條式咧抄過嚟呢面先。a 加11 d 等於六 ，a 加2 d 等於42。咁上減下啦 ，a 就冇咗啦，11 d 減2 d 咧就得到9 d 啦。六減42咧出到-36啦。九調過去即係除九啦，即係-4啦。答案 common difference 係-4。D 是-4啦，咁跟住反將呢個反代入翻落去呢條式度 ，A 加二乘-4咧就等於42，-8調過去就加八，42加八就50。OK， 咁跟住代翻落去 TN 嗰度，有最尾嗰項啦，將個 A 係50，N 減一照抄，成個 D 係-4。咁然後將呢個數當咗係個尾項，頭項係50，尾項係呢個搬落嚟，乘項數 n 除二 ，OK， 化簡啦，50加50100，-4乘 n -4n， -4乘-1正四 ，OK， 再乘 n 除二，二同100相約50 ，4n 同呢個相約2n， 四同二相約得翻個二，50加二52。52再乘出面個 n 就 52n， 負 2n 再乘 n 就負 2n square， 所以答案係 C。OK， 呢條個運算比較複雜啲，咁啊大家可以 replay 一次啦，如果跟唔到嘅嚇。OK。